受不了。因为您个高。不用要戴帽子。戴帽子多洋气，这个帽子是活的，来。来，你上这儿看，照个镜。小。小笨蛋拿大一点。我感觉这个洋气的，戴帽子也行。戴帽子，天凉了，到时候戴帽子显洋气，显年轻。我爸没穿过戴帽子的是吧？闺女的眼光是亮的，年轻化。大小就不能再肥了啊！这个衣服加减减肥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是是是。你这色黑的很。嗯。黑的。颜色不刚好。黑的。灰色的也有，它是这个是两个颜色，看了吗？这个和这个是黑色，这个是灰色。我家这个板呢，比较多。这是棉袄。来。跟那个差不多。往后你本人来了，你觉得行就啥，不行就算。那个是200的啊、哦。如果小还有大的啊。哦，哎，这就够了，再别的汉了。这个是正正好好。这衣服是够大，这个够大。我爸买个够大的不容易。这是啥黑色的哈？不是，有点墨青色，也有黑的。你要黑的，我给你找黑的。不是黑的，这个这个色型。有些195他都穿不了。嗯，版型版型不一样。对，版型跟版型。这个没有耐力大，你这个好看，这衣裳，这个碗好看。是号小的色，号小的色，但是吧，好像自己也能系上，也够用，也够用。因为小一号吧，你可能就是啥，就穿这个好看，更显瘦。跟那差不多，就比那厚啊。他俩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最大版啊。那前试的那个其实也行，没有灰色，给我。好嘞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哎，这小衣服老不轻快了，还挺舒服，主要穿的舒服。一样的。啊？够肥够大。我爸就是肥大就行。穿那个什么，来您进，保暖裤都能说。手感特别好。我们都这玩意儿，都这样的，这200的都是质量都差不多。啊。当够啊！我爸穿裤子得当够。这个得要是当，这你看这样多那个不紧了。这个衣服就是这样的自然这样推一点，对不对，美女啊？你这样穿进去可以吗？又不是说当旗袍呢。你看这来回多一下，它不带正开的，就这样。不紧啊。这啥？嫌你爸白多了。这个当够用啊。哦，哎，那一样。嗯，这张行吗？行吧，行。啊？啥玩意儿？我爸都行。穿着就行，这玩意儿。闪边的。紧不紧儿啊？伞边的，这伞边的穿成那啥了？伞边紧袖，这家挺肥挺大的。这穿你看这，这个可舒服。这挺好的。啥都挺好。这咋不也挺好？你这挺好。这挺好，大小啥的你就放心穿。你转过来我看看好不好看吧。哎，这比刚才的强。嗯。是吧？嗯。就我们给东北买，给姑娘买的小裙子，您就放心买了，都装上了，嗯，来上了。哎，行，再买嘛再过来啊、哦。嗯，行。哎，以后你就跟着我来就行。嗯。整挺好，走吧。行。我妈眼光行，我妈是吧？我妈说好那个肯定都好，溜达一圈儿。可我爸这衣裳咋这么大呢？从这二楼上去吃口饭，搁这儿。从这二楼上去搁这儿吃口饭。啊。吃点饺子。
妈来来。我不来。哎，真好，凉快舒服。给我妈倒一杯，倒一杯。你倒上吧，你自个儿倒吧。我这一瓶。等一会儿。没喝呢，没来菜。整渴了。那你就喝呗，我可不渴。哎。哎呀，这有水，矿泉水。不要，喝口啤酒挺好。这是裙带菜，这是拉皮儿，就跟海带似的。还带着，哎，别吵着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，我妈在那儿呢嘛。今天那个我爸放假，完了那个我领我爸出来溜达，买两件衣裳，买了一个上衣，一个裤子，一个里头的一个小衫儿。今年一年没领我爸买衣裳，就领我妈买的，整挺好啊。挺好，非常感谢，感谢我老姑娘。来整一个来，整一个。买的都是高端的、高档的，不贵，便宜。点了三盘饺子，那个两素一荤，完了之后一会儿不够再点。开饭，今天中午一人喝瓶啤酒得了。啊。对。三鲜馅给你吗？嗯。重庆鸡蛋的我吃，你爸乐吃，你给你三鲜馅给你爸。三鲜馅给我爸啊。嗯。啊。重庆鸡蛋，还有一盘肉的。我不乐吃重庆。我乐吃重庆。啊，这一盘吃不了我。烫的吗？慢点吃啊，我可怕烫。重庆烫。这是鸡肉。行。嗯，回娘特地压回娘。这饺子不小啊。我这是海鲜。这是饺子，这韭菜馅不能煮太大劲儿。现包的，手工现包的。饺子，很大。你吃的这个吗？我看的，韭菜鸡蛋，不是。回去行是吗？我妈，我尝尝我妈这个，不过咱一会儿再来一份。嗯，回形鸡蛋更好吃哈，回形鸡蛋饭末儿，这个特价12元。哎，真鲜亮！你吃这肉的吧。尝尝肉。肉的挺鲜，这肉挺好，挺好。你这馅饺没勾酱油，那白茶，是吧？嗯。嗯，这肉的呢？嗯。我说你这白茶，我都没看着啥茶。我妈吃太快了，没看着。不是，我说你们吃，我看着啥茶？没了。吃一个这肉的尝尝，嗯，嗯，我吃这个的。我爸多长时间没去玩了？一个多月了啊。嗯。俩月。俩半月休两天。有吗？不是你这事吗？哎。我给你看看这白茶。
没放酱油。芹菜肉没放酱油，白炸的。这鱼。嗯。那还不加盐？很鲜呢。你当时吃这个？吃了。凉花挺好，最好吃的芹菜菜，什么牛肉面啥都有这玩意儿。好吃。其实茴香馅饺好吃，茴香放肉也好吃，嗯，是吗？茴香肉这也挺好吃。嗯。那回咱们包过。嗯。咱老家那就是很少吃的茴香馅饺。也有红心，但是没不印这个，不印的酸菜。嗯，酸菜芹菜，吃吃完芹菜吗？我妈吃饺子不愿意吃这隔肉馅儿，什么就酸菜了、芹菜了，嗯、啊。嗯，行。一会儿上来了，赶紧撤了，兄弟们。好嘞。我好像只有一个茴香的，那你有那个？你这是茴香来的，茴香末。嗯。对呀。没。都是靠外卖。嗯。我吃这个，他主要吃那个吧。我吃我用的。这样吃就是饱的。吃饱了吗？再来一盘。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哥哥。啊？吃不了了。我饺子吃的，嗯，吃点，然后晚上吃进去。嗯，我再吃一个试试，你都吃了吧。嗯。啊。干杯！干杯！总得干，干杯！哎呀，这俩吃的是三盘小饺子，嗯、整的哦，你这怪了，马上上人了，我们就撤了，要晚上占的地方挺大。好了，明天见，晚上吃烤羊肉串儿，拜拜。拜拜！哎，这不是咋的？不是这车呀、啊！我那车没超，这车你说我妈差点没上错车。我没超，我看我要去哪？这真愁人！我妈这他妈坐四五九，这干彩虹桥去哈！啥呀？我看他六幺七来了，完那车就过来了，挡着了，我就没看出来那个是不是六幺七。差一点儿，你我爸上这来捂着来了，我妈取快递去啊，你取快递去。嗯，这就是这么整。哎呀妈，一个这家伙搁这等你啊，这凉啊。哎呀妈，你搁这练吧，我回去了。回去吧，我等着，你走丢了一会儿哟。